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光临我的美食直播间。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。首先呢，我们有西红柿，已经切好了啊。然后我们还需要鸡蛋，已经打好了，但是我们再打一个蛋。对，蛋打进去，然后搅拌均匀。然后倒油，然后把鸡蛋倒进去。嘿，你跑什么呀？你还没开火？你没帮我开啊？哎，董事长，要不咱们还是先把直播给关了吧？不行，不许关，继续开火。这个又不是声控的，我知道不是声控的呀，我是跟你说，开火。嘿嘿。然后首先我们要把鸡蛋弄熟，怎么了，菲菲？吧，你家魏青要把厨房给炸了。什么？看我给你发那个直播你就知道了。翻啊，快糊了。奶奶，这不翻着呢吗？你小心点，不是这么个翻法。这是在干嘛？怎么翻啊？你小心点，不是这样，用力啊，手臂用力。油溅到我了，关火关火呀。哎，你小心点。哎呀，这个笨蛋，怎么办啊？这些都是你做的？那不必须有一个菜是我做的吗？你猜。嗯，你怎么知道？把手伸过来，快点，快。我不疼，没事儿。疼也活该。扔过来，快点。你怎么？你要是不想我知道，就别直播。现在好了，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。堂堂云马总裁，做饭笨手笨脚。也不嫌丢人。你不嫌弃我就行，别人想怎么看我都无所谓，我不在乎。我嫌弃，我嫌弃死了。啊！哎，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呦！